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69面，569面第五行，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净言之，如法藏之心经六书曰：于离世无碍之境，观达自在，故立此名。观自在。又观即往就，自在无事，故以为名观世音。前世就智，后世就悲。这是心经六书。解释菩萨的名号，于四是四相，离是离体，离四无碍的境界，观达自在，这就是离四无碍，四是无碍。入这个境界，才称为观自在菩萨。又观即往就，这就是跟众生的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菩萨就来应。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只要真诚心去干，菩萨肯定有应。关键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就是没有杂念。当然，人遇到大灾难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不善业感召。不善业了，由过去造的，由现前造的，过去现前都可以忏悔。如果没有忏悔，求观音菩萨来救你，观音菩萨没法子来。你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了，有求必应。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过去造的罪业忏悔，感应特别明显。现前所造重大的罪业，真正忏悔也行。这个自古至今呢都有这个例子，所以菩萨真正慈悲也。我们中国谚语所谓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再恶的事情，忤逆施恶，就怕你不肯回头。回头是岸，回头就有救。总是一个诚心，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印光大师常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
百分沉静啊，你得一百分利益；要万分沉静啊，你就得万分利益。前面我们讲到过，像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对待五祖仁和尚，万分恭敬呐。听仁和尚讲经，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他不认识字，从来没有听过经，没闻过法，在黄梅住了8个月，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老和尚只分配的工作，对房里面去舂米破柴，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义工。去做苦工啊，做了8个月。听2个钟点经，他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凭什么？我跟大家分析的，他万分沉静，他得万分利益，他圆满了。沉静是关键。我们自己求开悟，求一心，求生净土，没有沉静心怎么行呢？至诚恭敬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修行人成功的秘诀。今天佛法衰在真正有沉浸心的人少了。都是心浮气躁。所以很难。那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沉浸心能培养得出来吗？难，只要你肯。头一个，把障碍沉浸的缘断掉。沉浸心才能现前呢。障碍沉浸的是虚伪，我们今天用心说真话，全用的是虚情假意，不是真的。刹那变化了，现在社会上普遍都是如此，所以谁能相信谁啊？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变化太大了，这见异思迁呢，对，丝毫沉浸都没有啊。这是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把这些虚情假意淘汰掉，放下，不要它了。沉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是性的，只要把障碍除掉，真诚心就现前了。虚情假意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自私自利。
啊，就虚伪也。啊，表现着自私的，是不是真的得自利呢？没有。为什么？真正自利是有智慧的人才能自利，没有智慧的人啊，造业呀。啊，果报都不好啊。啊，他真正是自，这个是为自利的话，怎么肯造业？怎么肯往三途地狱去？不可能呢！啊，所以他是自己欺骗自己，愚昧无知啊！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啊，如果原是殊胜，天天能够听经闻法，长时期熏修，慢慢会觉悟。啊，现在这个时代，讲经的人少了，真修行的人少了。啊，我们这个讲这个经教，利用网络，啊，利用卫星，各个地方都能够收得到。啊，我们在此地。跟大家在一起学习，美国那边同学收到，澳洲同学收到，南洋也收到，中国大陆也收到。啊，这是个很殊胜的缘分呢，在过去没有这么方便呢。啊，所以讲经不容易，听经是更难的。啊，现在科学有这个方便，要尽量去利用它。啊，我们也担心啊，哪一天大灾难真的来了，这些科学技术全毁掉了，这个缘就断掉了。啊，那么最可靠的呢，还是书本。大量流通书本呢，功德无量啊！啊，光碟不行了，没电的时候就没用处了，它就变成废物了。嗯，所以什么都是假的，啊，假的带不去的，统统要放下。啊，什么是真的？信德是真的，自信是真的。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是真的，这是不生不灭啊！只要我们把障碍去掉啊，就能现前，就能跟菩萨感应道交下面说此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是弥陀左右啊，赞佛教化，俗称西方三圣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啊，学净土的同学都很熟悉啊。显教呢，说大师乃阿弥陀佛之弟子啊，密宗啊，以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密宗不认为观音实质是佛的弟子啊，以为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有观音本地。为正法名如来，这佛在经上说的啊。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人啊？那么再给诸位同学说
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是通号，不是一个人。你修观世音法门，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有多少等级呢？我们以《华严经》来说，从实性位、初性位菩萨开始，到等觉51个等级。这观音菩萨是哪一个等级的？这要知道啊。啊，我们通常讲的观音菩萨，讲等觉菩萨了。啊，可是我们在经上明显地看出来，《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是初住菩萨，25圆通啊。他说他自己开悟的时候，啊，开悟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真的发生，得真佛，真佛了，不是假佛了，圆教初住菩萨。那么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这个菩萨是第七回向的菩萨，十回向里面第七回向。啊，《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观音菩萨，你看这级别差很多啊！啊，实性为初性，啊，不是这个实住啊，初住。啊，这是《楞严经》上的，实住初住啊，等于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啊，那《华严经》里面十回向的，十回向好比是大学。啊，他每一个阶级每一段的时候有10个位次嘛。啊，是7年级的菩萨。啊，那么这个等普门品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呢，是博士班的学生，啊，不一样啊，那都是真观音菩萨了，不是假的。观音菩萨视线在某个地方用不同的身份，啊，这个能讲得通。而是修学在那个位次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也能讲得通，两种情形都有。啊，那么我们今天心目当中求观世音菩萨，所有观世音菩萨给我们都有感应到脚，哪一尊观音菩萨跟我有缘，他就来了，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佛菩萨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是你不相信的。你在他会下那个菩提心发不起来。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明白。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说，哦，这个人呢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啊，我们要懂得诸法实相啊，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还有什么话说呢？这把底牌就显出来了，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
那菩萨呢，是他在没有成佛之前修学的阶段。你在哪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有听说某人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我们修净土宗的全是阿弥陀佛，修地藏经的就是地藏菩萨，修普门品的就是观音菩萨。这个道理要懂，一点都不奇怪。所以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他的言行不相符合，那叫假菩萨，叫冒充菩萨，那不是真的。真菩萨呢，言行相符。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讲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我们细细想想，印光大师一生的行仪像不像大势至？真像啊！你细细拿经文来对照看，印光大师一行的一生的言行举止，确实真像。他大势至就是修念佛圆通的正果的。印光大师一生教人念佛，一句阿弥陀佛，他这三个清楚，这是他的方法，对现在人非常有利益。念得清楚，佛号从口里念出来，不要太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慢慢念，字字清楚。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不听别人念佛，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听得清楚。而且计数，计数只计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就这样计数。我这句佛号是这十声里面的第几声，记得一点不错。这个方法去念，能摄心，就是妄念不会进来，妄念一进来记的数字就错掉了，错掉不算，重新再来。你去念，念到四五个小时里头，没有一个杂念进来，清清楚楚，你心里面就会很舒服。几个小时不累呀，念得很快乐，法喜充满了。这个方法非常适合现代念佛人。来学习，不要用念珠，也不必记我一天念一万声两万声都不必，你就记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用这方法，很摄心。念佛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杂念，杂念太多。这个方法在开头是有一点困难，不要紧，你能够有两三个星期就克服了，你就会很正常了。开头难，不要怕，好好的这样练下去，功德无量啊！就把你那个真诚心练出来了。我说没有杂念，心就真诚了。什么不是真诚心？妄念太多嘛，妄念夹杂在里面嘛，把你真诚心破坏了，这妄念不来了，真诚心就现前，就会有感应到脚。
啊，所以观音本地，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身边的观音菩萨，是指这个人，这不是普通的人，他早就成佛了啊，佛号叫正法明如来，如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曰，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一座佛经呐，号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是已经成佛的。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实现，建立这个道场，戒引众生啊，菩萨跟弥陀的元神啊，阿弥陀佛之教化，他当然到那里去帮助啊，以菩萨的身份，对，降一等，以菩萨的身份去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这大悲愿力位于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他示现作菩萨啊，这就是佛门里面常讲道家慈航啊，成了佛了再回头到菩萨地位上来帮助阿弥陀佛。一个世界，就一个道场，只能有一个主持，不能有两个。啊，佛是道场的主人，所以一个大道场只能有一尊佛，不能有两尊。那其他的佛来呢，通通是菩萨身份，就好像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啊，校长的老师要到这来帮助你，也是教授的身份，也不能做校长。啊，那菩萨就是教授的身份。啊，诸佛如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担任教授，像观音师智这样的身份人数太多了。啊，他自己有没有道场？有。啊，他在他自己道场他是佛，就是他是校长。到这个学校来教书，他是教授的身份。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啊，那你要到他的那个世界啊，他的佛国度去参访很容易啊，你每天都可以去啊。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修学是无比殊胜啊，教授是诸佛如来啊，化身做菩萨。啊，那么他们的教学决定跟阿弥陀佛的宗旨完全相同。啊，这是什么呢？一句名号啊。任何佛菩萨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啊，教学通通是一句佛号。啊，绝对不会用其他的法门，啊，用其他的法门把经宗就破坏了，啊，这是古人所说的"灵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呐。在哪一个法门，一定要懂得赞叹这个法门。这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啊！所以世间谚语有所谓也：若要佛法兴啊，唯有僧赞僧啊！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出家人要门户之见啊，个人标榜自己啊，自赞回他啊，互不往来。佛法就会灭掉，就衰了。啊，现在这个世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了。啊，所以一般道场敢不敢请人来讲经教学了？不敢，因为你请他了，他讲他一套的。啊，他跟你的宗旨不一定相同，啊，他赞叹他的法门，赞叹他修学的方法，批评别人，让学生在佛学院呢有这个信心，让学生听了之后不知道跟哪个人学好。啊，佛学院这么多老师，这么多课程，个人说个人好，啊，而且有的时候还批评别人。学生苦了，无所适从啊！啊，我亲自经历这种情形呢，所以我以后不再教佛学院了。啊，没法子教啊！啊，我们才了解，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用心之苦啊。啊，他在那个地方建立莲社，台中莲社他建立的，在台中住了38年。啊，往来台中的这些法师大德，老师一定非常恭敬。啊，礼拜供养，啊，甚至招待请他来供斋，但是从来不请他讲演，不请他们讲经。啊，为什么呢？莲社的莲友专修净宗法门，啊，他要是讲别的法门，批评净宗，那可麻烦大了。啊，是有名的法师，这一经过他一批评，莲友就有一部分人心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法师走了以后，老师再给他详加解释，啊，慢慢把他们，让他们心再定下来，有时候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啊，所以以后就不请了。啊，我到台中感觉到奇怪，好像老师心量太小了，怎么不能包容别人？以后才晓得懂得了。啊，不是古时候，古时候任何真正是大修大乘的佛弟子都懂得，到这个道场学什么法门，赞叹法门。啊，赞叹法师，这是懂得的人啊，懂规矩啊。啊，我在1977年第一次离开台湾，啊，接受香港圣怀法师，好像是去年往生的。啊，还有一位居士的邀请，到香港讲了演讲。
啊，香港的法师们有不少都来听经，啊，来听我讲经。可是信徒很少，啊，他没有叫他们信徒来听，只有一个圣依法师，不但自己来听，而且劝他信徒都来听，就那么一个法师啊，真难得了。那我们也变成好朋友了。啊，他请我到他道场去，啊，去参访。他是修禅宗的，在大屿山宝林寺。啊，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禅堂还有40多个人，每一天坐香。啊，按照丛林规矩。完了，修行很像样啊！啊，我是念阿弥陀佛的修行徒的啊。圣依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示，那我只讲口头禅了。啊，我赞叹禅宗，赞叹圣依法师，赞叹禅的法门。赞叹大家的修学啊！禅宗东西我讲过《金刚经》，讲过《永嘉大师禅宗集》，讲过《正道歌》，讲了好多种东西，都是禅宗《大珠和尚语录》讲过的啊，所以我口头禅还可以了啊。我离开他的时候，离开他们道场的时候，陪着我去的我们的连友有十几个人呢，在路上的时候就问我，他说法师，你这样赞叹禅，你自己为什么不修禅呢？啊，你为什么念佛？我告诉他，我说禅是高，真高，不是假的，我不够资格了，我不是那个根性的。禅是上上根人学的，那些都学禅都是上上根人，我们怎么能不赞叹不礼拜呢？啊，所以自己要晓得，我自己根性不足，比不上人家。我念佛可以往生，我参禅不会开悟。啊，所以我不能参禅，我老是念佛，我求生到极乐世界，开悟的事情到极乐世界再说。啊，所以这个人呢，要有自知之明啊。你自己不是那个根性学那个法门呢，你那个时间精力浪费了，不能成就。啊，我跟他们这么一解释，大家知道了。啊，这个互相赞叹，这是规矩，佛门的规矩。你看《华严经》上53参。53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口里跟别人谈起总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规矩啊！啊，如果赞叹自己批评别人，这已经破了戒了啊。菩萨戒里头自赞回答众戒，于切菩萨戒本呢，这条是列在第一条啊，自赞回他了，堕无间地狱啊！你说为什么这么大的罪？他谤佛、谤法、谤僧，他毁谤三宝。你批评是毁谤三宝，这个法门是佛说的。佛教的，你回谤他，你谤佛啊！法是佛传的啊，你谤法，那么多修行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他真有成就啊！啊，真的开悟啊，真的明心见性啊！
啊，你帮这些人，佛法僧你都帮到了，你不到地狱谁到地狱去啊？啊，所以不同的门派，啊，不同的这个经教，不同的法门，只要是佛传的，都要尊重，都要恭敬，都要供养。啊，所以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是佛的大戒。一定要遵守，不但对佛教不可以批评，对不同的宗教我们也要赞叹。啊，为什么？我有一个想法，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他等于给我做了印证了。啊，这个老和尚前年往生了，103岁。啊，我每一次到日本都要看他老人家，都跟他见面。啊，这次来了，他离开了。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100岁。那一年他100岁，啊，很欢喜。啊，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跟我讲这个话。啊，他的大弟子桥本，好像现在桥本只做这个，是智根院的这主持吧？啊，以前是中村康隆，现在是啥？他那一天送我到这个到大门口，告诉我，他说：“法师啊，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说过这个话，今天他怎么会跟你说出这个话？”啊，就是说，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很惊讶。啊，这就是跟我们意思完全相同嘛。啊，我总是感觉到，所有宗教，啊，我跟宗教往来，啊，宗教都信神，啊，所以我就随顺他们，啊的说法，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所有宗教全是这个真神的化身，哎，他们相信啊，那真神就是你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神嘛。啊，比如以非这个基督教说，啊，所有宗教全是上帝的化身，没话说了。那那也伊斯兰教的是。全世界所有宗教的这些创办人的时候，全是真主的化身。啊，那用佛教的时候，中村康隆就说得很好了，全是观世音菩萨化身。32应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啊，所以32应那个变相图啊。画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千手观世音菩萨，头上32个面孔啊，应该画各种不同宗教的，各种不同族群的面孔，那就有味道了。哦，一看就了解了，啊，通通画的一样，你看不出来。啊，所以这是画画的人不了解这个意思，啊，如果了解这个意思，画各种不同的面孔，画释迦牟尼佛的面孔。画耶稣的面孔，画穆罕默德的面孔，画孔子的面孔啊！你一看，哦，这是多元文化啊！应该这样画才对。
啊，这一桩事情，我在马来西亚跟马哈蒂谈过，我还送他一张千手观音，都非常欢喜。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多元宗教是一家，啊，一个真神。啊，为什么真神要建这么多宗教，要画这么多神？是因为在过去，古时候的社会，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啊，神要教化众生，必须要现身，一定要现当地的神。啊，跟他们的时候，同一个族群，同一个文化才好教他。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地球变成一家了。啊，以前南洋到日本来，坐船要坐好几个月呀，现在两三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现在要把它合一，从前是分散，现在要合一，这才对呀。啊，就中村老和尚说的这个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呀。啊，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的，啊，我说一点都不错，啊，他给我讲，我完全承认，啊，确实是这样。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了，救苦救难的悲心呢。哎，在不同族群里面、不同文化里面做种种实现。啊，你看他所教的内容，他的方向、目标、宗旨决定是一个。所有宗教经典，你去看。大同小异，啊，有一桩事情，没有一个宗教不教的，孝顺父母。每一个宗教都讲啊，啊，在宗教经典找不到孝顺父母这一句，几乎没有。啊，再就是个爱心，是普遍的。啊，没有宗教不讲爱人的。啊，所以这些必须要晓得。啊，孝养父母，啊，爱一切众生，这是共同的教义。啊，共同的宗旨啊！啊，在佛法里面讲慈悲，啊，大慈大悲，慈悲是爱啊，啊，新旧约是三个宗教学习的经典，啊，犹太教，他们学的是旧约。基督教学新约，天主教新旧约都学，啊，这个三个宗教是一家人呐。我有一次在新加坡的时候，啊，也是有五六个从南非来访问的欧洲人。啊，他们就这个问题问我，啊，问我就是欧洲这个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问我怎么个看法？对他们，我说他们是一家三派。啊，我用比喻告诉他，我说犹太教呢，皇上这一派。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那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他们听懂了，点点头，你的比喻不错，比喻得很好，一家三派。啊，所以宗教在今天确确实实
要联手啊，啊，要团结了，来拯救这个世界。啊，不能自赞毁他，自赞毁他是制造动乱了。啊，这就违背了经典，啊，违背宗教的本意，啊，一定要合作，而且呢，要互相学习。啊，譬如说我是佛教，我知道所有宗教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观音在佛教里怎么讲？在基督教怎么讲？在天主教怎么讲？在伊斯兰教怎么讲？啊，他怎么样教？我们要听听嘛，多听听，多看看嘛，就了解了。那要是在伊斯兰教的立场，看看真主在佛教里怎么讲。啊，在中国传统孔孟怎么讲？那都是真主化身嘛。啊，在印度教怎么讲？你都看看。你只想到所有宗教的一些创始人的时候都是真主化身。啊，这样子你会不会排斥？哦，你想想，我们真主在不同的族群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他怎样教化众生。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互相学习，宗教确实是一家，里头没有矛盾。啊，所不同的是一些生活习俗不一样。啊，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喜欢吃辣的，不一样，这没有关系吧？啊，这是小事嘛。所以共同的，只要吃得欢喜，吃得快乐，吃饱了，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在今天心量一定要脱开啊！佛家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心量一定要脱开，一定要包容啊，一定要认真学习。啊，我看了有十几个宗教的经典，啊，好的东西我都揭露下来，啊，变成一本小册子，啊，题目就是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我学习宗教经典的笔记，所以这个观音。经典上佛给我们介绍啊，在极乐世界这一位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助手，他久已成佛了啊，这是一个道家慈航，以菩萨身份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我们知道这一桩事情，马上就联想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的啊？如果光赞叹不帮助，那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一定要去帮助啊，帮助去，一定要帮助阿弥陀佛去教学啊！那帮助阿弥陀佛教学，肯定都是菩萨身份。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是不离开是极乐世界，不去参访这个十方诸佛如来，十方诸佛如来都到极乐世界来教学啊，通通接触到啊，有观音三昧经云，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此中之我就释迦牟尼佛，这释迦牟尼佛自称的啊，观音菩萨成佛在他之前呢，
观音菩萨成佛的时候，他是他苦行弟子，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关系。释迦牟尼佛曾经做过他的弟子，他是释迦的老师，又首楞严经曰：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于古观世音如来，这个就早了。这不是，极乐世界的观世音。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这是观世音如来。这不是一个人。受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他那个时候修什么法门呢？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门，修这个法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梵文自信得无上道。无上道就成佛。这是《楞严经》上讲的，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他就成佛了。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一章经文完全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有三部经，不是独立的，都是附在大经里面。你看《楞严经》里头这一段，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也是一部经，专门介绍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楞严经》上有，华严经上有，华严经就是善财童子53参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华严经里面开示，有讲到他自己修行，也讲到教化众生，自行化他都讲到。菩萨的地位是第七回向，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回向第七回向。普门品里面是属于《法华经》里头的一品，专门介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所以说三部经我们所看到观世音菩萨级别不相同。楞严经里面偏重在菩萨自行，他自己怎么修成功，说的很多。法华经的普门品是几乎全讲菩萨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讲的很多。华严经上有善财童子参访，他自行化他几乎分量是相等的。观音三经呢，世尊在这个经里面特别给我们介绍，我们看到后面去最后一节经文就看到了，这个世间如果有灾难、急难、恐怖现前的时候，你就归命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念，灾难就能化解。这是观世音菩萨无尽的悲心，
也是他本愿功德圆满的成就。啊，他要没有多戒的修行，那哪有这种能力？啊，就像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人家说无戒修行啊，那真有东西。啊，我们跟菩萨的时候感应到叫，这也自己要具备条件。我们自己条件越厚，他加持的力量越大。啊，我们什么条件也没有，也能加持，加持的力量不大。啊，那可能说呢，灾难是没法子避免，把灾难减轻。啊，如果我们自己有功德有力量，菩萨加持，灾难就没有了。啊，这个道理要明白，然后你就不会责怪菩萨灵不灵，为什么对他叫保佑多，对我保佑少，菩萨有偏心，你这样子就造罪业了。啊，这个加持一般的原则的时候，你有一分功德，佛加持一分；你有十分功德，佛加持十分。啊，你没有功德，有的都是罪业，这就很麻烦了。菩萨想加，那加不上啊，不是不加持你啊。啊，这个世界造罪业的人多，但是有真修的人。啊，造罪业的人还能够幸存，啊，这是托真修人的福啊。啊，但他不知道，他修行人他在骂他，还在羞辱他，瞧不起他，实际上是他的修的功德保全你现在的灾难劫情。啊，这是人不知道恩德，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真叫忘恩负义。啊，可是修行人不会怪他，为什么呢？他很可怜，他没有人教他。他本来也是佛嘛，为什么会做这些坏事？啊，没有人教。啊，被习俗染污了。啊，被现在这些媒体啊，社会风俗习惯教坏了，所以不能怪他。啊，他自己不知道啊，还在造罪业，所以这真正可怜啊！他将来还是有果报的啊！佛菩萨的心何尝不希望一切众生的灾难统统化解啊？只要他肯回头。他能忏悔，真的能化解，不是假的。啊，佛经上的比喻，罪业好比是黑暗，千年暗时，一盏灯就照明了。那一盏灯是回头，觉悟了，罪业就消掉了。啊，要知道，定功。能够把罪业扶在那里，它不发作。啊，不是灭掉，智慧就灭掉了。智慧一开的时候，罪就化掉了。啊，所以定，啊，戒定能扶烦恼，戒扶的浅。定福的深啊，慧呢能够灭烦恼，这戒定慧三学这作用在此地啊。观经说
这是观无量寿佛经，为大士顶上圆光中有500化佛，如释迦牟尼；夜夜化佛了，有500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是者。这菩萨的实现的相，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造的像几乎是小方佛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戴的帽子。顶上圆光他戴的帽子。这帽子当中观世音菩萨的帽子是一尊佛像，站着的佛像。这释迦牟尼佛像立佛。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是一个宝瓶。你一看它就分出来了，就差别了。那观世音菩萨手上通常拿的是杨柳枝。这个是表法不一样。大势至表智慧，观世音表慈悲，行门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大势至菩萨表智慧，用意很深，慈悲如果没有智慧，慈悲带来了负面作用。你看佛家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可是还有两句话，慈悲度祸害，方便出下流那这话怎么讲法呢？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带来就是祸害，就是下流。那这就说观音跟实质不能缺少观音是外，大势至是里，外面是慈悲，里面是智慧，所以才能普度一切众生。佛代表自信，代表离体。自性离体，它没有形象，所以它没有任何表示，代表本体。菩萨代表从体起用，从体起用就是这两种，一种是智，一种是心。大势至菩萨代表智，观世音菩萨代表心。智跟心是一，不是二。智心合一。这是哲学上所讲的。所以佛里头确实有高深的哲学。那么现象观经上先讲现象有500化佛，如释迦牟尼佛。夜夜化佛，每一尊化佛都有500菩萨，还有无量诸天为是者。围绕在佛的周围，又眉间毫香，被7宝色，流出84000种光明。夜夜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夜夜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这个里头全是有表法的作用。
啊，每一间毫光，不要好。啊，不要好观，观里头具备着七宝色。啊，其我们知道这不要发的。啊，无量宝色。啊，也就是无量宝，它的色相光明。这个表什么呢？表心得。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这个意思。啊，自性里面，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啊，用七宝色来比喻。啊，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这就代表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呐！夜夜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能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呢？通通是自性流出来的，通通是佛所说的。啊，所以法门平等。啊，自赞毁他。这就是毁谤三宝啊，决定不许可的。为什么佛要说这么多法门？是自性本具，法而如是啊。你要问佛为什么这样说法？因为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不是一个法门能普度的。啊，佛非常慈悲，你喜欢什么法门，就教你什么法门。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实在讲，有个共同的纲领，啊，也就共同的秘诀，所以它是平等的。啊，共同是什么东西？看破放下，无论哪个法门都离不开看破放下，所以只要你能看破放下，你不就成佛了吗？你功德不就圆满了吗？啊，每个法门都是这样的。啊，你仔细去观察，啊，你去学习，你就会发现了。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叫我们看破放下的，所以看破放下变成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如果不教你看破，不教你放下，那你学习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啊，用尽了气力。啊，用了许许多多时间，所以叫不得其门而入。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有没有放下？没有。啊，放下就正果了。为什么不肯干呢？啊，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你没有看透啊，你看破有问题啊。真看破了，不要人劝，自然放下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法的修学，智难行易。放下容易，
知太难了，就是看破太难了。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为什么？帮助你看破，那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你才会真肯放下。就放下佛不要教，你自然放下。那为什么？你想成菩萨，想成佛，想立六道轮回，想立设法界，啊，那放下就行了。放不下，离不开啊。啊，所以放下不需要佛教啊，看破要佛教。啊，利苦得乐。是佛陀教学的总原则啊，总纲领啊，苦很多啊，六道众生这三大类的苦统统具足：无明烦恼苦、尘沙烦恼苦、见思烦恼苦。出不了六道轮回，那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来看呢，脱离不了三恶道。跟你讲真话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肯放下贪嗔痴啊，贪是恶鬼道第一个业因啊，嗔恚是地狱道第一个业因，愚痴畜生道第一个业因。你这三样东西不肯放下，你所造的就是三途业习也。这个业习就感得三途果报，学佛也不行，念佛也不行啊！念佛还得你真放下才行啊，不肯放下不行啊！啊，慈云灌顶法师，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大德了啊！这个法师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著作等身啊，日本万字序藏，收他的注解有20多种啊，他平生的著作大概有50-60种啊，万字序藏里头可能有一半。讲得好啊，啊，他在大师之圆通章苏超，大师之圆通章文字不多，244个字，比心经还少，心经260个字啊，他只有244个字。你看他那一本苏超也是一本呢，讲得很详细啊。我过去讲过一遍啊，就是用他的苏超。这个书抄最后一面啊，最后一面讲念佛100种不同的果报啊，念佛有100种不同果报。第一种呢就是阿鼻地狱啊，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句无法理解，念佛是好事情，念佛怎么会念到地狱去了呢？我拿着经本去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接过来一看，这是大问题，这个我不跟你一个人说，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
啊，为什么念佛念到地狱去了？贪嗔痴慢疑没断呢？啊，说得很好听啊，外面样子做得很好看啊，里面心里头都是杀盗淫妄啊。这样念阿弥陀佛，果报在阿鼻地狱啊，我们才恍然大悟啊。第一百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啊，这个本子经宗学会印的很多，流通量也不少，都可以能看得到。啊，专门讲大势至菩萨。所以法门真的是平等啊，这个平等要包括所有宗教的法门，我们都要平等看待。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他将来一定会做佛啊。许多宗教终极的目标都在天堂啊。那么这些天堂我们晓得，有些在欲界天，有些在色界天啊。着重在禅定的，在清净心的，都在色界天啊。财色名食睡叫五欲，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七情五欲没有断，决定在欲界啊，他不可能到色界啊。所以你到哪个层次，就看你放下多少，你放得越多，你提升得越高，放下不吃亏啊，放下真的是占便宜了啊，不肯放下的亏可吃大了啊。这个总得要晓得啊。我是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常常提醒我啊，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一个星期我去看他一次啊，他给我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他没有客人的时候大概是两个小时啊，有客人的时候是一个小时，非常难得了啊。这些重要的原则都是他老人家传授的啊，所以一定要看表法历史啊，一叶光明当中无量无数百千化佛，这个化佛是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见到的观音菩萨化身了啊，不是应身的。应身有没有？有。我们见面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应身啊。化身会知道啊，因为他突然来了，来不晓得从哪来，去也不知道从哪去，真的见面了啊，真的跟他交谈了
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过去有个老师是我们的校长，抗战时期。我在贵州念书，周邦道先生呢，他是我们学校校长。以后我们在台湾又见面了。我们校长对我们的同学，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非常爱护，非常关怀。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遇到这两个善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内心里面感激的心，没有一个学生是例外的。对老师的尊重，对老师的感情超过父母。真正是好人呐！他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住在南京。他南京那个房子我去过。那真叫是大户人家庭院深深。大门打开之后是院子，这个种的很多大树，走一段路才是二门，二门就是他的庭院了，三门才到他的大厅。他告诉李老师，要多跟李老师学佛嘛。所以以前是我们的老师，在学佛的时候我们变成同学了。佛人就说过一个一桩事情，他始终没有办法理解的。他说有一天在家里面，老师不在家，他家里还有一两个佣人。这九华山有一个法师来跟他化缘，一个出家人，突然到他家里出现了。他问那个法师哪里来的，九华山来的，问有什么事情，化缘。他你要什么？他说五经香油。那时候我们老师跟师母都不学佛。没给他，没给他这个法师就走了，走了就算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我家这个云大门、二门、三门没有开门，他怎么进来的？走了之后门也没有开，他怎么出去的？是真的，绝对不是眼花。还跟他谈了很多话。这一桩事情啊。始终不能解决，跟李老师报告，李老师告诉他，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你跟菩萨有缘。他非常后悔呀，五斤香油不多，都没有供养，所以从此之后天天念地藏经，天天修地藏法门。他真有功夫他念的那个大悲咒，念的大悲水呀，真治病帮助了很多人往生的时候，活化300多口舍利，居士当中很难得太难得了这是真的故事啊，化身呐。当时没有留意到没有人开门，他怎么进来？走的时候就忽然就不见了，走了。这看到他走到院子就不见了，外头大门也没开，人就不见了。
啊，佛度有缘人。啊，那个时候的缘，到几年之后，在台湾遇到李老师，才成就。啊，这个缘才成就，一家变成虔诚的佛教徒。下面再介绍啊，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菩萨之大智大势，这个势就是力。啊，大智大力了，可知一切处。啊，以他的大智大力，他能到一切处，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他不能到的地方。所以叫大势至，啊，名号从这来的。据《楞严经》，大师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之谢师。啊，这个谢师就是谢住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楞严经》的大势至圆通章啊，这一章经啊，专门介绍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啊，所以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他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念到理一心不乱。啊，理一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同一个境界。啊，禅宗是用参禅的方法达到的，大势至菩萨就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达到的。啊，原理是一个。啊，用念佛的方法，先把见思烦恼放下。得四意心不乱。然后再把分别起心动念放下。的理也心不乱啊，就成佛了啊，念佛而不能放下见思烦恼，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念佛变成什么？变成人天福报。确实这个世界大富大贵的人过去都在佛门修的福报，不是佛门修不到这么大的福报啊！不在佛门，如果要修的像帝王这种福报的话，至少要十世善行啊！如果在佛门的时候，他一次就可以能做到啊，真诚心修善。见思烦恼没断啊，见思烦恼断了，他所修行变成功德了，就不是福德了啊。功德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福德不行啊啊，福德所感的人天福报啊。可是我们想想，哪一个有大福德的人不造业呢？啊，有权有势，啊，做了帝王，不高兴就杀人，
别人杀人要犯罪，他杀人不犯罪。杀人是不犯罪，因果还是没办法，还是要偿命的，还是要受果报的。人人杀的太多了，要堕地狱。地狱果报受完之后还要偿命。这是无法避免。人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不敢杀生了。连吃肉都不敢了，吃肉都有果报啊。佛经上又说，古大德常讲，吃他半斤，来生要还他半两，八两，一点便宜都占不到。那何必造这个罪呢？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念佛方法无比的方便。用念佛心入无生人，这他成道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个方便就是其他的法门，84000法门他都不用，就单单一句佛号念到底，他成就了。所以跟阿弥陀佛缘就深了。阿弥陀佛就用一句佛号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也不是他自己创办，古佛就已经有了，在阿弥陀佛之前就有了，就是所谓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决定不要改变，功夫练成了，心开意解，大彻大悟啊。今在此界，这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念佛人，专门摄受念佛的人，归于净土。大势至菩萨戒引大众，同归极乐。所以。每一个念佛人真正念佛求生净土，一定得大势至的加持这肯定的跟他修同一个法门，他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的助手等于说在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助教。观经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利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这是菩萨化他菩萨表智慧，观音菩萨表慈悲大势至表智慧。智慧普照一切，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需要智慧。迷破了，六道三途自然就没有。六道三途怎么来的？见思烦恼
啊，我们套这无量寿经上的话，啊，阿弥陀佛的话，自然成就。阿弥陀佛是愿力、无界修行功德的自然成就。啊，我们是见思尘沙无明烦恼，也是无量界的修行自然成就。成就什么？成就六道轮回，成就了三途苦报。一个道理，真的不是假的。都在干呢，我们错了方向啊。啊，他走的是正道，我们走的是邪道。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自然成就。啊，佛经上有个名词叫法而如是，就是一切法它本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啊，于是我们就体会到啊，宗教是教学，宗教要离开教学，那就是迷信。迷信不是宗教。啊，宗教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信仰宗教，先要把宗教两个字搞清楚，信仰佛教。佛教是什么要搞清楚啊，宗在中国词汇里头你们去查字典，它的意思很多，三个主要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那个这三个要义。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不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他怎么教呢？上课啊，讲学，不光是上课讲学，而且老师以身作则，他真做到了。佛菩萨教学的成功，啊，得力在身行言教，身行在先，言教在后。所以别人相信啊，啊，换一句话说，经上每一句话佛都做到了，啊，佛没有做到，决定不会说，他是做到之后再说，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一生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的智慧，他的德能相好，通通显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是教学，教学从来没有中断过。啊，佛陀那个时代还没有书本，啊，跟孔子一样。孔子一生教学没有教科书的，啊，也没有任何资料的，啊，连讲演大纲也没有的，啊，能讲出这么多东西，有体系，有组织，
有条不紊，这能编得出来吗？谁有能力编得出来？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科判，啊，这是世间东西里头没有的，只有佛法有这个方法。啊，科判排出来之后，你才晓得，文章第一流的。啊，第一流的文章做的什么呢？不增不减。你加一句在里头，多余的，没有必要。你少了一段的话，它就连不起来。都讲到恰到好处。啊，这在章法结构啊。从章法结构能够体会到思想体系那样的完整，那样的严密，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一看科判，你就不能不服了。谁能做得出来？啊，一部《华严经》。科判就是一大本，啊，把它用表解、图表拍出来，你看它章法结构的体系，啊，从这里能看到佛的智慧，啊，这些都是佛陀去世之后，弟子们把佛所说的东西整理出来的。啊，当时并没有记录。啊，这些弟子里头很多正果的人呢，不是普通人呐。啊，像阿难，都是大菩萨再来的，古佛再来的。啊，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释迦牟尼佛讲经的原味，没变。啊，翻译到中国，所以中国人有福报啊！中国人不要自己轻视自己 啊！中国这个族群，自古以来忠孝传家了。中国这个族群几千年来，它的底蕴。是伦理道德啊，换一句话说，它是伦理道德起家的啊，厚德载物啊。现在虽然是出了毛病啊，这个毛病是怎么出来的呢？把古人东西丢掉了才出的毛病。如果古圣先贤的东西继续传下来，怎么会出毛病？不可能的。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那个话说的大概就是针对现在人讲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我们今天正应了这句话。啊，不相信古人东西，不相信自己东西。眼前吃大亏 啊！譬如医药，早年我年轻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中医五千年的历史，西医300年。他问我，你相信300年还是相信5000年的？啊，5000年没出过事情啊！啊，现在这个看到300年的东西了，稀奇。哎呀，我们中国东西太陈旧了，古老了。啊，不要了，嗯，去用它的，
用他的毛病就出来了。所以现在人不懂中医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他中医师。他没有挂牌，他教书。他告诉我，他一生行医给人治病，没有一个错误的，这他敢保证。没有诊断错误，没有用药错误。我那个时候想跟他学，他跟我讲，你的年龄过了，他说你如果20岁跟我，我教你。我跟他的时候31岁，他说你好好的学佛，教我在佛法上一门深入。告诉我中医，中医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作用是长生不老啊，这是中国医学讲的第一个目标啊，人的寿命人是一部机器，你如果懂得保养，你懂得爱护它，这个机器可以使用200年，所以人活到200年叫正常寿命，活不到的时候是你自己不知道保养，你糟蹋了你的生命所以中医是希望的时候我们都能活到正常的寿命，这是他第一个的条件呢，不是医病的是健。这个健康长寿啊，他想这个。第二个作用，如何避免疾病，就防止疾病，他想这个。疾病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来的？你把这些缘都给他断掉，让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要生病。不受这个病魔之苦，这是中医第二个目标。第三个才是治病治病里面第一等的不用问了，看你的气色，听你的声音，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什么地方有毛病不必问的叫望嘛，一望就知道了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在科学上能讲得通这个人心地健康的时候跟有病的时候气色确实不一样，音声也不一样，行动也不一样他能看得出来，这高明医生那第二等的呢，没到这个程度，要问一问，叫望闻要问一问你感觉到哪里不舒服，要问问第三等的，问了之后还不行，要把脉，所以把脉是第三等的你看中医。他在目的上的时候，第一个是叫长生真的是养生健康长寿第二个是防止疾病，第三个才是治病所以治病就第三等了，三等在把脉叫三等三的医生，把脉是三等三的医生真有道理真有学问所以中国的医生出来行医的时候至少是三代沉船从小一两岁
就在老人身边看人家的治病，啊，看人家这些方，就开始学了。啊，世代相传。啊，但现在人不相信。啊，医学是一门大学问。那我们跟老师学了一点保健的方法，这方法是佛经上的原理，最重要的是心地清净，决定不要让烦恼扰乱你。啊，那么今天，啊，给我们烦恼这个媒介最多的就是电视。啊，电脑、报纸、杂志，啊，到处这些谣言，我们通通不听、不看。所以，我有50年没看电视。啊，电视，啊，这些媒体、报纸、杂志。我统统都不看了，不但不看，市面上卖的这些书，我统统都不看。啊，为什么不看呢？这书一拿到手，看看后头版权，耶，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书不看了。很多人问为什么？他心量很小，自私自利的心很重，这样的人怎么会写出好东西？我就看的不叫浪费时间了，就不看了。中国古人的书，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哎，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啊，他只要版权所有，我绝对不看。啊，跟古人做朋友啊，跟佛菩萨做朋友啊，你的心地清净啊，清净心，素食，简单，就不会生病。啊，也就不容易衰老。啊，都从这来的。啊，这个里头基础就是中医的所教导我们。我们只是学了一点点，可是得了很好的效用。啊，现在时间到了。